想这个案子其实之前督发局也到我们现场去讲了九次，我们上次也开会讨论了。好，那我比较希望等一下大家发言的时候，最好是聚焦在过去没有被提到的回应先，好不好？然后再下来尽量把握时间。那我们大概每位发言三分钟。那我们大概两分钟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个名单，好不好？提醒你剩下一分钟啊。我们希望，因为今天我们希望比较多的我们自己的方面委员，听完大家的意见，我们大家好好比较多的时间来讨论，好不好？那我们第一位，请孙景浩孙先生来。
27层增加两栋，28层多出来，总共增加6层，666，好，实际容积率调价，那怎么建筑物会长胖又长高？很奇怪。下一张，我们来看这个分析示意图，好，绿色代表上次的判评书，红色是这一次的。上一次总共盖了多少总楼立板面积？这么多，这个长度。那么这里面这一段是容积，那这一段是不必计入容积的，这一段不必计入容积。那我们想想看，我们想想看，容积率从324.26调降到300。那当然面积，容积面积会少，就少了这一段，少这一段，对不对？容积面积少了，那容积面积少了，那这一次的总楼地板面积是不是当然不会盖那么多啦？我们合理推测，合理推测应该也要少，少多少？就要少这一段嘛，就要少这一段，所以我们把它剪掉，把它剪掉，剪掉就在这里。哎，我在发抖的，好。剪掉在这里，所以对象就是这里，所以这次盖的，这次盖的应该这么多，应该这么多，可是实际上它盖到这里，这次盖这么多，有没有多出来这一块？这一块是多少呢？我们来算一算，下一张，算出来是11000多平，相当于381户的30平公寓，啊，这么多的哦，这么多的都是未计入容积哦。那这么多未计入容积的这些楼地板面积到底是做什么用途？敬请委员查明。下一张，那么示意图中看到300%容积率比较低哈，可是总楼地板面积竟然比较多哎，逻辑超怪，为什么容积率降到300，那么总楼地板面积却楼层却可以增加？敬请委员查明。我再补充一点。105年7月，刚才有说委托去做地层侦探的这个报告，里面明明讲说第60页讲说是26层。好，我再3秒钟，26层就会解，就委员就给他通过。那时候的审核是26层，现在为什么改成28层？那要不要重新找那个探探审核，重新审核？谢谢。谢谢。接着，我们中玻璃洪先生呢？那个我的那个建议书有书面的哈，在各位委员桌上哈，那我再补充几句哈。第一个，这个已经拖很久了。拖了10几年了，事实上我们这区域的居民啊，99.99%的人都希望尽快开花，哦，绝对不是像几个人常常来出席会议的他说反对，那绝对不是事实，那特别是捷运信义线、东延线，去年11月7号已经动工了，那目前都在围篱中啊，所以开始交通啊各方面都让社区人都。居民啊，店家又迁出了，所以在整个区域啊，真是凋，这个商家是非常的凄惨嘛。那当我们的居民希望说，这一次那个这个开发案能够跟捷运啊同时赶快进行啊，不要让这个交通黑暗期啊变好几次，这个我们实在是会受不了啊。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捷运东延线这个终点站。现在也在谈那个捷运共构宅，如果这个捷运共构宅要新建的话，这里面需要大概200到300户要迁移，就是需要中继住宅。那我们这个开发案本来就有规划中继住宅，所以单单我们捷运要需要的可能200到300户。那未来如果周边在开发的，单单我想这个中继。跟中继住宅的需求量，就这个区本身就一大堆，不要说台北市的外区的需求。那这个这一次在捷运在动工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承包的中华工程啊，又在做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地质钻勘。
那我看了说，哎，请问啊，你们这个不是做过了吗？而且做了好几次了。他说对不起，我们还是要自己再做一次嘛，因为万一这个工程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赔不起。所以他们这一次又做了一次。那我问了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现在就不会再动工了。它这个下面有水哈、哦，我们这个柳工活动旁边这边就是因为有柳工郡有地下的那个水道，所以我们的排水啊，说这个地方会积水啊，那是一个大谎言呐、啊。我想各位去，我只看过，我在这边住十几年了、哦，只有前年看到那个大台风来的时候有没错积一天的水啊、哦，所以这个积水不是事实。第三个，我们这个是盖的是青年出租住宅，我们不是盖豪宅啊，以后不要盖了半天反应成本啊、哦。那没有人住得进去，这个也不是我们的原始的目的。那、啊、第三个哈、哦，这个我们这实质上，你看这个距离啊，这个就是四寿山，所以基地跟四寿山直线距离啊，大概30公尺左右。所以说需要什么公园呢、啊？那事实上那边的居民都是到四寿山去活动的。那这个交通啊，绝对不会大打劫啊！你看101那边，每天世贸里面就10000多个人进进出出。都没打劫，我们这边怎么会打劫呢？所以说大打劫那是骗人的。谢谢。好，时间到，谢谢，谢谢。我们接着请大人李吴先生。我的建议，我希望一个我们那个总裁。那个96大道路的96巷，那个地方，顺势的做一个一模一样的，他的祠堂啊，小祠堂，好、哦，他、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那个一模一样的当做的话，就有一点跟这个山水啊，就好的住宅跟这个山水啊，好山水配合，可能。有这个作用，可能1+1，可能大于3或者10、10倍都有啊，可能说不定的、啊，而且给那个住户一个肯定，哦，也可以变得安全，或者说可以，当地的哦租金哦可以有什么经济发展，然后或者是说，说不定有这个国防价值，说不定，因为这个一米两两呢，本来说我是没有资格，哦，我只是我们《金刚经》讲的那个华严的，是合格而已的，应该是有佛眼的人，然后说比较有具有这个人和这个哦法力，还比较那个结晶体哦，比较那个合格的。但是如果我不说的话，说不定会没人讲，就失去良机了。所以我就说夸张主义了。这个如果说这个做一个。这个一亩两两，作为一个祠堂，它供一亩金就好了，好供一亩金啊，或者说，这什么18号啦，哦，48啦，或者4月5号啊，祭拜哦，那给他一个正式的一个平台哦，我说不定啊，他是一亩两是这样，人品道，人活的资格的人哈、哦，他是他先说的，现在。他的国名哦，对，然后在龙华会上才有他的名字哦，有他名字，我们大家的名字哦。但是如果说没有资格的话，那当然可能就说不定，人为啊或怎样啊，所以给住户或其他游客观光客啊，做一个好像心性上的这参考，或者说努力，他的意义呢，可能就是说。九公司也是九公司的，他就好像应该是92亿的灵魂啊，在生平啊都呈现成我如意啊，他是人法地，啊地法天，人法他的无私啊，他的那个包容，还有他的果实啊，希望他能够有成就的话，就可以有成就啊，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我们接着请，中坡里的陈女士，就是你吧？叫什么？
陈碧霞，陈碧霞陈女士。检方开房庭修订本初审第七页，刘伟元小男。第三点，断层破碎带位于本基地南侧，深度约35到57公尺，且在圆盘线下方。目前建筑设计基础深度未达该处，对广慈博爱园区整体开发工程无直接影响。上面这些文字叙述是错误，是不对的。前没经过委员审查的资料，105年7月22日审定的钻探报告书附录期也没有这些资料。哦，原来截至105年4月6日柯市长主持的说明会，地质钻探成果简报里的文字叙述，这样会造成环评委员误判。好，我们来看105年7日区院审定过的这张图，钻探报告书第54页，委员可以看附图三，黄色横线是岩盘面，灰色是剪裂带，岩盘面剪裂带紧贴的这么近的位置，当然危险。重点是，建筑都以基盘做基础，如做岩系壁，要施打入坚固的岩盘里。基桩也要灌入完整坚固的岩盘内，偏偏广慈地盘这么破碎软弱，怎么说广慈开发工程没直接影响？奇怪，退回订正，请多了解。主要破碎带要地盘改良，基桩要够多够长，灌入完整坚固岩盘也要够深，岩盘发生剪力破坏，承载力不够，有断层破碎地方，避免做建筑用地，所以。行政中心广慈南侧设伏设施要避离，实质的东西危险还是危险，不是一句非活动断层就 OK， 不是叫一位学者结构技师来背书就 OK， 非活动断层就不会引发地震吗？当然专家没有肯定的答案。105年206南台大地震，106月11日台南地震，都是盲断层，与活动断层无关，少开发就真安全。好，好，好，谢谢，谢谢。我们下一位，请大道理罗吉莲先生，罗先生。西部计划，西部计划是在同一计划补足的时候，补在哪里？补在永春皮的这个公园用地，但是叫做这个叫做同一计划补足。下一张，那既然我们这个减少用地补到那边去的话，补到那个有这个永春皮的湿地公园的话，那我想请问，这个附近离这么远，有500公尺左右，又不同的段，又不同的里，你说都不用环评吗？不用环评吗？我觉得很奇怪。那、也不用去算这个面积吗？假如说我有一块地在阳明山，那就算了，不行啊，那么远啊。那再者，我就说这个建议就是说把它纳入这个环评审查，那再做决定。下一张。那刚讲到停车北那个北侧的空地，我是觉得很奇怪。当初最早的最早的说明会说，他说所有的塑料移过去，今天你没有移过去不打紧。你还没盖了很多停车场，
那我请问，到底要不要开发？很多人说我们来阻挡，错，我们是来去帮忙的。你怎么搞那么多车位？请问我们附近不是有很多营区闲置的吗？为什么不去用呢？下一张。那这张这是停的时候取消的位置，好吧，下一张。啊，那这个是这个空地里面，在这里面讲的很好听，我要整体规划。下一张。可是你不知道是什么，请大家注意看哦，这在2年前就给你规划，这张图很奇怪。啊，你看到4月29是这个团队才整理的，那为什么这个图呢？下一张。那这个图底下有下面有部分编号，这张也是。你既然是遗失以后，遗失很漂亮，可是不是我们这里的，你拿哪里的东西来比对呢？下一张。那这个更奇怪了，这个科根灭火啊，或者是侦测，进入狗区侦测，我是不反对哈，可是地点不对啊，这不是我们这里的，啊，在部分18-11，下一张。那我再接建议就是说，这些表你看起来说。我们该开发，我们就要开发。我们从来不反对，我们来这边的人谁在反对？没有人反对，只是说你做的方法好像不对，觉得是不对。差不多了。哦，目标。那我往下，这给我三个看啊。这个消防车这个哈，你看中间地带，这个消防车可以绑啊。下一张。这停车位，运输业的停车位是要有依法，叫做停车场法规定要有自备停车场。下一张，那我们这个赤福转运站之前也是设在地下一楼，赤福说这个有废气消防的问题，所以需要地面上。同样，我们这海滨车站用地为什么还要可以放在下面呢？所以我建议说不要避免浪费工厂。最重要的在这里要设啊，计程车排班上去。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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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拜托大家，好，时间到了，我们大家遵守。下一个我们请蔡里长，大门里蔡里长。谢谢，谢谢。我们来这边是支持这个建设，只把一些我们在地的声音来做表达。我要表达有三大项，一个就是这个高楼对的压迫感，第二个是公园的这个用地，包括这个淹水。最后一个就是对一个影响，对当地居住的影响。这个我们市政都发局应该扮演着对台北市的这个建筑的这个天际线，应该有做一个长远的规划。台北市真的是很乱，那我们这边要盖27楼，旁边都是老旧社区，在先进的国家。这个台北市就是落后太多，对我们这个老旧社区这个压迫感太大。第二个，我们为什么会讲到公园这个部分？公园这边有淹水，这事实的。那个都发局也派了人，我也提供照片。我们为了关心在里面运动的人，这个积水万一滑倒，我们提供照片。这个确实的，在这个书面报告也提到，那都发局应该有具体的作为，不是说画一个大饼，将来怎么做都不会淹水。应该老板政府的作为应该是现在就有一个作为，不是说画一个大饼，我将来我怎么做都没有淹水。会淹水是因为台北市政府的横向联系非常差。新币道路就不管那个暗管，就把它做下去，才发生这个淹水。所以市政府要拿给老百姓一个信心。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影响，上次交通局长到我那边说，通通没有影响，这个是骗人的，会骗才会当局长。我是指的交通局。另外就是对你噪音、空气、车辆，95年前。前市政府说公共设施无不佳，委员你们到那边去看看，都是8米的老旧社区，你说没影响吗？那我们也支持你的建设，希望你这个影响不是书面说都没有。最近平宅的咖啡树木死的死，倒的倒，捷运也那么多的问题，所以不要把太轻松，书面报告说都没有。
外，你们所说的汽机车的在三十秒，你们汽机车的希望有一个量化，要增加你的车辆的数量，停车位是不是有过？是要个具体的量化。太多的建设，松山文创啊，很多的地方都建都影响到周边的社区的巷道。那这些影响那么大，也希望你们想到这个对地方的回馈，或是公安部跟，那大家对你公仔才有信心。谢谢。好，谢谢。接着我们请中部的黄文雄黄先生。好，大家午安。我有四点意见发表。第一点就是，刚才大道里的叶女士，她有提出来那个总楼地板面积的问题，这一点我们疑问也非常大，因为建蔽率降到300，反而楼地板的面积增加那么多，这一点我希望市政府把以前的原来的这个设计资料跟现在的这个一个对比哦。让我们里办公室这边了解。第二点就是那个，我上次有书面建议哦，因为这个20几层楼，甚至28层楼的这种高建筑哦，那么又那么多栋，那大道路跟福德街这两个路面怎么去复合呢？那么福德街还勉强视线道还可以接受，大道路只有两条那个车道。怎么应付将来人车的使用冲击呢？那么这一点我上次就已经建议了。那么上次这个环评医院的资料给我答复说，你们的园区会向内移15公尺，供人行使用、人行道使用及休闲使用。这个跟车道是已经讲起来是一个避重就轻哦，没有给我正面的一个答复。这一点我希望哦。能够市政府能够重视这一点，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说20几层楼的这个大楼，那个前面的道路是两个车道的道路，这个将来的冲击太大太大了。那么第三点就是那条新辟的道路哦，之前不晓得为什么开这条道路，我不知道。那么以后我们这个园区是。只要它是要营建的一个需求，因为园区是供将来长者养护、托育用途之用，所以这个园区必须要安全营建的一个原则。我是建议说这条临时道路把它取消掉，不要新政府、新市政府，这样将错就错。那么第四点因为现在是一个民主社会政府是要替人民做事。那需要按照民意一个走向。如果说因为我没有说反对这个园区要开发，但是我们当时市政府为什么不委托民调公司来做一个调查，看赞成这个公园供人民使用，或是同意废掉公园来盖这个社会住宅，这两个选项由市民来做一个决定。因为台北市政府绿地已经太少了，你们还记得吗？本政府时代为了建大安公园及林森北路14号公园，费了多大的代价，你们应该很清楚才对啊。那么这个问题还记忆犹新啊，值得大家去审视啊。黄先生，对，好，不早些好不好？因为高雄市政府建了那么多公园，结果百姓非常的赞成。你看那个市长的民调那么高，这点是我们台北省市。谢谢各位。我希望大家聚焦在我们的问题上面，好不好？尽量的把握时间。好，接着我们请大伦理高盛任先生。我是大伦理海明，我是在福州街84巷，我也是关心以后的交通道路的问题，因为呢。84巷里面，以前呢，93年就已经计划说要开发15公尺，我希望这个树呢要移到园区里面去，要拓宽道路要那个抽道要15公尺，这样以后才会疏解交通。我们居民都希望这样，
你们要考虑，要听我们最低层的老百姓的话。我们老百姓的话，我在那边生活，多数要那么车主人都在堵，以后会堵塞。你们那么以后到大厦盖起来的话，一定人多车多。我希望84巷一定要拓宽15公尺，这样以后才会疏解交通。第二点，那个湖州街，你那个林口街38巷对面那个说属于你道路这一条，这一条也是就12年是一定计划好，说要开属于你道路，要疏解以后的交通，不要说现在盖好了，这个就开辟好了，我们那居民老百姓都很高兴，早晚都在那边运动，那是交通也是。那大道路连贯到那个松山路，那个信义路、松德路都有，以后到交通都很方便的。我希望这条路以后要畅通，要通到那个大道路。不要说哦，刚才那个先生讲说要做什么，要把它轰掉，这样是太可惜了。我们那个大连里，我们都在当那么多周边在荒废。说这条路一定不要轰掉，这个是92年这边计划，我修这座道路已经开得很美很好，晚上很多老人家啊、推轮椅啊是什么，老人家都很高兴的，我们周边居民都很高兴的，所以这条路一定要留下来，不要说花那么多钱，已经花了应该是1000多万，你还要把它弄掉吗？还要说要弄到下一条一个香蕉线。我们的居民哦，都大部分都不知道这条路要怎么样，我要把它弄掉。我希望中信哦，要多给民众住到。我希望说，民众说让住宿性都很少。现在今天呢、啊，要来开会，早上才有我们沟通处。我希望这个以后要改进，应该哦要通知开会。半个月就要通知，不要说早上我才看看都通知。我们是今天你最低层的希望都这样，交通以后要很重要，比如说要开什么大楼之后，你们一直在，我们居民都很担心，以后那个交通会冲击。好，谢谢。好。最后我们请中国里江一平。公园移出了我们这个稠密的区到相对稀疏区，
罔顾本社区环境品质需求，下一张。然后请看我们的需要，需要性里面说是要更多元化老人啊，什么东西设老人照顾啊，要怎么样怎么样啊？结果这里面并没有我们的这个需要性，并没有行政中心做公共住宅。再下一张。好政府筹不出经费 BOT， 现在饼更大，钱从哪来？下一张。这里很棒，说要做这，那但是到底有多大呢？相关楼地板面积百分比多少？下一张。那这里说要保老树，老树是指哪几棵？我们根本就树保会还没开。再下一张。好，我们说要这些东西，你看我们的这个平台拆了。那当时的承运的青山公园的公园被的树被移植了，移植计划在哪里？他们现在存活率如何？下一张。这里说基地内实现，这个地方说实现创造基地内皆为公园的构想，请问一下，我们公园在哪里？被移到遥远的地方啊，不合理。这地方说合理性，但是合理性在哪里？我们这边本来是政府基地，都发局开发目的的重要性、需要性、合理性有重大的缺失，请环评委员评评理，好好为我们把关。这是我们一生积蓄的重要之处啊，请为我们的居住正义把关。我相信我们大家来到这里都是为了希望有一个好的居住环境。如果我们这里有一个信义森林公园，有何不可？谢谢。好，谢谢。那我想，所有的民众啊，今天有登记的民众大概都发言完毕。那我希望，开发单位啊，你们把问题记录下，而且等下整理一下，等下再来回应，好不好？因为有些是重复性，那有一些是。是需不需要再加强说明？那因为其实我们的环评资料里面已经有相当多的资料。那我们接着请我们的环评委员，大家就我们今天的这一个部分提出来，有没有什么问题？